点在格子的中间横跨，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笔按一下，撇由重到轻，不要太粗，我们突出这个捺笔，捺笔这个笔画相对要粗重一点，向上，然后再向下，把笔压下去，对完之后，把笔慢慢提起来，卷尖，这个笔画相对要伸得长一点，要写得饱满一点，注意空间要小，下面空间大，点在中间，横跨起笔要陆丰起笔，向右上方斜的非常多，注意向右上方斜。